我的天哪，就是有哇哦的感觉。觉得美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它就是找到自己的优点，并把它发扬光大。美对我来说其实可以很广泛，也可以很狭隘。先喜欢自己，那去看自己的优点，忘记自己的缺点，会增加很大很大的自信的一个重点。我觉得美是，就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。当你今天可以很勇敢的，就是去面对其他人，不会在意人家眼光，做出自己，任何事情都是美的。前后真的是差蛮多的，感觉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，很正。原来单眼皮可以是这么漂亮的。